政府全力維護國家安全，完善相關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。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。基本法第二十三條規定，特區應自行立法，禁止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。香港國安法第七條規定，特區政府應當盡早完成基本法規定的維護國家安全立法，完善相關法律。政府正全力研究有效立法方案，落實特區政府應實踐的憲制責任，2024年內完成立法。關鍵基礎設施的網絡安全立法，面對全球網絡攻擊風險不斷增加，政府會著力提升關鍵基礎設施，包括能源、通訊、交通運輸、金融機構等網絡安全的保護，2024年內向立法會提交立法草案。